蚁又请在十万人的直播间里。你出来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心就被你收买了。还记得你唱那首歌吗？那一首奥利给，就是那一首奥利给，就是那一首简单的话，你简单的动作，简单的表情，你对音乐的执着，对音乐的感染力，深深的打动了我。小迪老师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不管是在直播当中还是在现实当中，我看到你就能想到你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，多么正直的一个人呢，太正直了。所以小迪老师，我很喜欢你，包括直播间的每一个兄弟们都很喜欢你，希望你越来越